好久不见。Erica， 好久不见。做错了，这个是晚上的，白天是这个。来，再一次 ，Come on， 嘿，Dar， 好久不见。是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你的首饰盒，奇怪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可是我记得我放在那边啊，放在左边吧，是吧？床上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小狗狗？有看到？然后你把它往旁边。哎，我们明天再拍好不好？好累哦，今天。怎么可以明天再拍呢？我的时间就已经规划好，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。如果明天再拍的话，那这样我该怎么办？那我明天做的事情，我明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就整个就是不能做了吗？为什么今天不拍啊？我真的不懂你在想什么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啊？学妹说要出一支老人舞，哎，你觉得他们成放老人舞要唱什么？老人舞，我们要想啊。对啊，我们要想啊，我觉得超累的耶，老人舞啊。可是而且他们也没有跟我们那段时间是多久，三分钟、四分钟、五分钟、六分钟、七分钟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而且要唱什么风格啊 ，hip hop、jazz 还是什么 locking 还是什么的，我真的是不懂。所以你说刚老人舞啊？就我觉得可以要看要多久啊，然后看一下 要跳什么 hip hop。算了。